第二组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日志。Hello， 安安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 好，我是宋伟恩，我是吕维珍，现实同居猴八天游戏开始。男神，三、二、一，彭于晏。哎、欸，我原本要讲彭于晏的，只是我觉得最近因为有看朴叙俊的戏，所以就叫了朴叙俊。被迷上了。對下一题，第二题继续哦。三、二、欸，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题很简单哎、欸，这题我直接送分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题错了，我只有戏。好了好了。好，三、二。现实同居猴八天。第三题，心电感应一下也可以啊，心电感应有感受到吗？好，一首歌，三、二、一，海阔天空。什么？这太难了。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理想型，轻松轻松，我要倒数哦。等一下，我这真的太难了，等一下。你知道什么？我就是知道。三、二、一，吓你！什么？等一下！我要说什么？吓你！吓你！那我先说。不要！宋伟啊，不是很有心电感应吗？对啊，而且你刚刚不是有信心说会答对吗？因为我们要打同样的字。对啊，你们要打同样的字啊！我也要说宋伟。我的理想型怎么是我的？哎，你们要打同样的字。你看，你看，闹不和，他演员闹不和。第一题，喝了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好，好，三，这很简单。二。一好了，可乐摇椅。不好意思，喝了两个字，然后只能讲喝。我只能讲两个字啊。对，第二题，鸡汁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俊智，俊智。告白黄宝。明天就见面，明天就见面了。明天要见面了，明天就告白一下黄宝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刚维珍说了什么？句句，你刚才也说哎，屁呀、啊、你！答题，摩西，这是第一个字，摩西哦。啊，其实答案假啊！这是在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哈、啊，屁呀、啊！哦，哦哦一二三，摩西。哦、答题，鸡巴。大家认真。我觉得访问到此结束了。怎样？你给我出鸡巴！你要讲什么？嘿，嘿，咻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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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剑拔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谢谢大家，记得要收看《现实同居猴八天》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伟恩，我在《现实同居猴八天》里面饰演的角色是灰姑娘，灰姑娘 remix 狼人，就是呢，我这个角色平时在外面会有一个很像灰姑娘的形象，但其实她的心里面住着。一个狼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吕维珍，我在《现实同居猴八天》里面饰演是夏妮。夏妮是一个在家里面都很乖巧、很听话、很爱读书、会拉小提琴的女生，但是她在私底下跟同学，然后还有对灰姑娘哥哥的时候，她就是一个骄傲、傲慢、口出狂言，一个会操纵她、捉弄她的一个小坏女生。好，那不要开黄腔好了。啊，我觉得是哇哇哇哇哇哇，中奖了，中奖了，什么意思？太幸运了！请记得收看《现实同居猴八天》，我们等你哦。